诸神之间的一场游戏，以奥罗瑞恩大陆作为棋盘，以所有凡人作为棋子，失去过去的王子，顺从神明的旨意，以神之名搜寻神器，以神之名击败对手。失去故乡的游侠，背弃神明的信仰，以己之力突破桎梏，以己之力终结棋局。洞悉真相的法师，破解神明的法则，以神之力探究法则，以神之力飞升成仙。选择。